新闻首先，咱先来看到嘉义市的消息。农历春节假期结束，开工首日，嘉义市政府甲国税局南区嘉义市分局共同举办嘉义市各界新春团拜活动。市长洪炳辉、财政部南区国税局嘉义市分局长林启智、甲多位议员、里长、各中小学的校长贵宾，对着舞蹈老师跳舞，表现活力，互到恭喜猪年行大运，气氛真热烈。日本情景协会带来悠扬的乐曲演奏，阁有情景国小的刀片啊演奏，为嘉义市各界新春团拜活动加开直播。嘉义市长吴炳辉、南区国际局嘉义市分局长林启智、含多位的议员、里长，阁有校长聚集做伙，对着老师来跳舞，展现活力，大家互相祝贺新年恭喜，猪年行大运。大家过了一个非常风和日丽的春节，这个九天的假期过了以后，今天就开始上工。在上工了以后，今天的团拜，我们和国税局一起来举办了嘉义市各界的团拜，看到每一个人欢欣鼓舞，充满了能量，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在团拜的过程，彼此把福气带过来，也让福气充满了嘉义市，让每个人更有能量。我想这样的祝福给我们各界呢，又充满了能量往前走，所以今天的团拜圆满成功，祝福大家诸事平安健康，诸事吉祥如意，猪年一定幸福到，祝福大家发大财，谢谢。新春团拜向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嘉义市政府希望透过团拜的过程，将福气带一摆，也希望伫咧新的一冬，大家继续努力来拼经济，为嘉义市创造出更加侪的观光新亮点。好，嘉义市不只是分家南观光消费中心，麦当正做是台湾西部的新中心。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帅嘉义市采访报道。